这里看，好、哦，从这里看，如果这里看哈、哦，我如果这样断定哈、哦，我会盯着看他寒疹，我从他的眼，我为什么？因为从他的眼，人家说，哎，他很红润啊，但是我的看法是要从前骨以上看，额头不会偏，额头它是带黄的，黄偏寒，所以我从这里看出他的寒象。我们再来看他的舌头。啊，这个舌头是什么？肉，它有湿湿的，所以有湿湿的，一定寒，所以它根本没有火，它是熬夜之后体质的寒变得更寒了，所以这时候筋进一步绷紧，所以它的筋也要温敷，它如果温敷就会更好，所以它喝什么？它上火了还喝姜汤人参，所以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所以跟你讲的跟做的不一样，一般大医师说上火了，对不对？那医师就开凉药，但是他说上火了他吃热药，啊，所以他其实他因为看我的光碟有好处，看我的光碟他知道那个虽然名称他讲上火，但是他还是照我的方吃，啊，是，对啊，是啊，所以这种学生是好学生。那大陆的哈，我看很多就医会被上火蒙骗，所以特别提醒这样。如果有医师，比如看到脸红，就说上火了或者怎么样，这注意一下啊。有时候如果你平常就寒性体质，千万不能吃凉药，好，那你这个也是这样的问题，那太寒，好，好，太寒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帮你做，哦，这个痛吗？痛。那你忍一下，再来能接受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试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。这个疼吗？这个不很疼。这个不很疼，这个呢？这个疼。好，这个没有色。好，这个呢？这个比刚才的疼。好，不过这个也很痛。这个最痛。这个最痛。对。好，但是我还想说一句，我不跟您学，我聊的不是很对。你现在我搂你，你去慢慢把那个感觉啊记起来啊，你以后就大概知道搂大概用什么方法去搂，所以上来体验很重要。来，好，放松，这里痛吗？这一点可以，可以。这样呢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那我试一下。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十四、十五，好，来，你头在里面，不是，就在里面。这个疼吗？好。比左侧疼得多得多。哦，是啊。那这个确定就有问题了。我颈椎不好。是啊。这点疼吗？好，这里痛吗？这地方还可以，我的脖子平时是硬的，特别的响。嗯，
有啊，我有听到，我确实听到很大的声音，他听到，我也听到，我有个手肘听到啪啪啪啪，是啊。你们没有听到哈、那我对我跟他两个听到，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中间，对对对，好，好，您起来看看。感恩老师，那个脖子从来没这么轻松过，一般是脖子，24小时常年是硬的，因为我原来是做销售员的，一天要站10几个小时啊，这个毛病已经很多年了。是啊。特轻松一点，就是这个从肩这个位置往上，这个脖子不响的。那我问你，牙齿咬的那种感觉，牙齿这样咬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，一点都不疼。但是那个包还在，但是牙齿包还在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对啊，那个包还在，那个包不会立即消，但是那个痛，一般痛，我说症状出现，一般我们会误以为啊，那就是牙齿引起的。那在我们的原始点，一定是怎么样，他处经伤才会引起痛。哦，刚刚已经有那个表给大家看了。